在在美奈。今天我们的午餐非常的浪漫，因为是在海港旁边的餐厅，所以有非常多新鲜的海鲜，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越南的海鲜有哪些东西。这个叫鬼嘎麦，算是这边的特产，用生鱼片去腌制，然后当沙拉来吃。这个春卷皮，然后包一些生菜，跟这个鱼沙拉，感觉超硬的，质感跟那个一般的不太一样。啊，花生酱，反正你喜欢吃什么生菜，你都可以把它夹进来。把它包起来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好啦好啦，看，好吃。它的花生酱还有花生米，有脆脆的口感，然后很香。我试试看。怎么掉嘛？皮太韧。可是我蛮喜欢这种皮的。外面吃炒饭。那咬起来比较有口感。哎呦，谢谢！阿光之前在我们的影片有出现过。哎，大家好。那个时候我们还在聊说回来，越南是黄金十年，你要看看有什么机会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现在算是事业的基础已经打起来了。Yeah。你在做什么？跟我们讲一下。带台湾的那个建筑技术工法带回越南做建筑啊、建商的。期待你之后发达，可以带我们一起飞。OK 啊，这一次已经还不错啦。你看这次来美奈是阿光招待我们来，回来发展的还不错。对。这一位是阿光的老婆阿元。大家好。现在在Novaland 当房地产的业务，要买 Novaland 的建案的话，可以找我们的阿元。谢谢，拜。还没拜拜，我还没拍完。就炒泡面嘛，对，好像蛮常看到这样的料理。我们的面就是米线啊，用米做的。那炒面的话，都是用泡面来炒。在越南，喝啤酒的时候会搭配这个芝麻饼，脆脆的。你也可以直接夹这个东西，把它放上来啊。对，我们在顺化有这样吃过。对啊，直接夹这个鱼，然后拿来吃。醒了呢。美乐干。嗨嗨。每次醒来都在不同的场景。我现在试试看用这个东西包泡面，有点怪，有点怪啊，就一般不会这样包。如果你包泡面的话，人家就知道你是外地人。我试试看这样好不好吃。一堆淀粉加在一起，没什么好吃的。我们现在来了一个火锅，生鱼片，涮涮鱼吗？这个三秒钟就拿起来吃，就有点像涮牛肉一样这样子。所以这边的人是会在35度的天气点火锅来吃的。对，其实还好了，我们现在在这个遮顶的棚下，我觉得气温没有那么的受不了，就是还算凉。我觉得这里的热比河内的热来的温和一点，河内的热有点受不了。对，算了，起来吧。这是我刚刚说的。越南人比较喜欢都可以、啊、在里面很久，煮熟或半熟都行。形容一下味道，就是入口它就很快就那个融化了。入口即化。对，是。不是入口即化。不对吗？它这个还是有一点点口感，所以你要咬。然后它有。可是那个刺是你可以直接吃，然后直接吞下去的。我喉咙比较大，所以我直接吞了。没有，可能是因为阿光现在的形容词剩下入口即化而已。没有，没有其他的。
给不了我们他们家的而已呢。因为他这么小就已经有那个耳洞了，他说一个月的时候就打了，好厉害、哦！那么潮啊！阿木压力很高，有一万。去玩了，然后在这边拍椅子的，在这边打工度假。耶，吃饱了，回家喽。刚吃多少钱？70多万，1000块台币不到。就是整桌菜1000块台币不到。对，还含饮料。哦，对，冲一下，冲一下。好，我们这一集到这边，历史上要给我们一个好脸色的 ending 吗？耶！他不要。不要了。好，拜拜。